很好的。是啊，也是少一点。嗯。刚刚本来就发布，本来是发布一周嘞，现在这边礼拜四就会放晴了。我看今天早上气象。嗯。就是这两天23，本来是发布是一周了。嗯。因为台风啊，现在台风到底到哪儿没人看了，南宁也报不准。对呀、啊，都。我觉得那个气象那里那个的确是有失误。嗯。你至少不是前一天预报这样的雨量。嗯。他昨天在那边又看那个电木线看蛮久。哦。嘿嘿。所以他很有意思，他在挑阴天下雨天上去看。对，他在想方法。所以阴天下雨天，但是那个才会湿啊。嗯。快的亮了。嗯。你说以前特殊时候才涨价，现在都在涨。嗯。随时随地都涨价。两个碗也新的，好不好？嗯。你头也发现什么？就是扔豆钱，扔豆豆碗，假扮给钱。而且他一直追他哥，那哥其实是要一直发搂他妈妈。说他妈宝真是不为过了。因为荷兰那些粉丝全部都去追小朋友，你就知道，出生一只那个拍摄影的人，然后在一个人都有照片，就表示全部集合。在哪里？这里啊。看起来好可爱，用甩的。每天都有啊。嗯。对啊，你这样子手机这样拍可能会比较好。对。南瓜呀，应该是每个人拿个食物包啊。有食物吃，他们表情都不一样。这个拍单张照片的话，对了，这个有点颜色。对，这得看啊，快。你看每。
那个那是洋葱。哎呦，妈妈来抢了！哎，吃完他就开始打儿子的脚印。还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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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拿了两个花布了，现在。伊丽丽，要说你一下。结果呢，我也偏了，充钱太多了。金刚，是金刚，对。儿子的。是儿子现在要去抢，他昨天也是被妈妈抢，在吃洋葱。洋葱哦。那个大只的是大猪，大猪啊。